全国学生的音乐比赛，他整个的规划，在比赛场地，我希望要以各县市的音乐厅为主，你们经常都是使用学校的体育馆或学校的活动中心，它本来就不是为了音乐去设计的，你们不要关起门来好像教育体系自己解决事情。像这么重要的事情，我希望教育部你要去整合中央各部会的资源。我的主题就是打造全国学生音乐比赛的甲子园模式。